威廉同我講有呢次嘅演出啦，我想借啲耳咧去講一樣好簡單嘅嘢啫，就係咧，我成日覺得咧，其實你係真係會無釐啦更，就唔知點解唔存在喺呢個世界，即係可以好冇原因噶嘛。如果你到今日都仲係做緊一啲你唔係最想做嘅事情，即係包括係翻工又好，或者對住你隔離嗰個人啦，即係可能係朋友都得㗎。我想你住隔好耐㗎啦，其實你都應該要做啊，因為弱者一觸吊燈傾瀉下來。但係真係真嘅一件事。嗰、那個話我俾自己後悔啊，嗰個唔好俾自己後悔，唔係淨係話你接唔接呢一個嘅機會，而係你望下你審視下你近日發生嘅事，你份工作，你身邊嘅人，各樣嘢。今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啲同死有拉嘅歌。其實無論如何都好有拉嘅，因為我話噶嘛。